箭、炮弹，还有巨大犀牛现身竞技场，一幕幕大场面是电影《神鬼战士》暌违24年推出第二集续作，让粉丝期待再现史诗级动作场面。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film I've been on. They built the Colosseum. Everywhere you turn.演员全透露，看到布景真的建造了古罗马，完全目瞪口呆。而剧情延续前作，争权夺利，交织反抗与报仇。王子卢塞斯长大之后，意外回到罗马竞技场中，展开一场复仇之路。11月15日上映，但在这之前，还有这部电影先让粉丝引颈期盼。猛毒最终章最后一舞10月23日在台上映，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章，艾迪和猛毒走上逃亡之路，被双方阵营一路追杀。最后关头，他们还得做出令人心痛的抉择，为两人这些年来的冒险之旅画下句点。演员安东尼·麦基加入漫威以来整整10年，这次角色从猎鹰接任成为美国队长，扛起捍卫和平的重责大任。精彩动作场面、爆破特效，还有翻转起伏的剧情，明年2月14日将在大荧幕上一一揭秘。华视新闻曹生、陈建安台北采访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